怎么还没走？废话，我要是走了，谁照顾你？十三幺吗？我不需要你照顾。你说不用就不用啊？你是因为我生病的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会很内疚的。喝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药。什么药？让你喝你就喝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想不想好了？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没感觉？那你都喝完了吧？你是外星人，但你的生理构造跟地球人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刚才给你喝的是清肠果汁，只需要将你身体的毒素清理干净，你就将焕然一新。迎来崭新的人生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清理完肠胃，当然要吃一点健康餐啊。可是都是草啊！你之前逼我吃草的时候，不是说草是最健康的吗？你现在连吃一颗蛋你都会晕倒，可见脂肪跟蛋白质肯定是不能再摄入了。那你现在能吃的也就只有草呀。舒服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啊！快快快，还有，吃个红的吧。嗯嗯。不行，红的太甜了，不助于消化。嗯。感觉你好多了。你该睡觉了。哎，我不上床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该睡午觉了。今天从早上起来开始，我跑了49趟厕所，吃了81片茶叶，你现在让我睡午觉？这是当初你自己要求的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强迫癌，所以你放心，在你生病期间，我一定保证让你严格遵守往日习惯的作息，绝不会有一分一毫的差错。但我现在睡不着觉啊。六，你可以数羊。
We'll be right back.